이게 내 강대로 两台卡拉机是一直赶在清理准沟内底的沙土，就惊天平风台会带来大量的雨水，造成边仔的产地会完全淹去。分林农田水利会德山工作站今日一透早就赶紧来到位于德山镇富州里的龙文村南屯支线，来进行清理沙土的工作。针对这边的山势比较陡哈，它雨来得又快又急哈，在还没有流入以前就赶快利用这条水沟把它排出去，这样子。那所以说上次的台风呢，也有带来相当大的土石。现在这次机会在，就刚刚你讲的，就是在趁着这个台风还没有来的时候，就赶快把它处理掉，这样子。今日日时，这山顶是无虾米风雨，只做天平风台行的速度较慢，再好自苏拉风台过后，就一直无用在抢通各个损害的水准，以及进行疏浚工作的农田水利会，才有办法抢挡风台影响进程。赶紧来疏通这条准沟的水路。从台风完到现在，都一直在抢救其他的地方。昨天就另外有改善了另外一条叫中郡支线的地方。农田水利的宗旨呢，我们的就是灌溉跟排水都相当的重要的。那在台风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是侧重在排水的部分。那目前呢，这个也是天公作美了哈，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圆满的达成，这样谢谢。分林农地水利会德山工作站表示，照目前的天气和风雨来看，疏通的工作伫今仔日就会当顺利完成。嘛，好你加载，天平风台行到比较较慢，才有办法会当来进行清理的工作，以免造成灾情。记者蔡彩虹报道。